波动，你不懂。弯得过你就变拓海，弯不过就填海。你想当法海，不要害红海，爱以舍为尊了。所以我说你要当法海，法海你不懂得爱嘛？就成全比自己去选更重要。生意也是你的本行，你还是去把这个股价救回来。赖清德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他会创造中华民国历史上选举史上最大的一个记录，就是选的最轻松，绿营所准备的必杀技都还没有用。你们三个人加起来年纪快200岁了。能不能用点成熟态度，爱以舍为尊，能够用成熟成全。如果真的要让台湾这块土地安和乐利的话，三个人放下成见行不行啊？甩锅是应该，不甩是悲哀。